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那时有一位佛，名为一切智成就如来。此佛寿命长60000劫，他在未出家前曾做过小国的国王。这位国王和邻国的王是好朋友，二人一同修持十善进行，来利益当时的众生。他们的国民都生活得富足美满，幸福安康。他们的国家也像兄弟一般亲密无间。然而在北方的邻国，在我北面的邻国，人民常造恶业，恶恶相报，循环不止，以致生活穷困潦倒。现在整个国家也内乱动荡，国力贫瘠，岌岌可危。听说在你南边的邻国也是长期饥荒严重，你那批救灾粮送到后，情况改善了吗？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大开国库，送去了几百车救灾粮。前些天，我想亲自看看粮食分发的情况，于是往南边的邻国走了一遭。快！
可怜呐，真可怜呐。如果这些民众能够学佛修善，就不会这样愚痴造恶，彼此伤害屠杀了。愿我能早成佛道，来救度这些造业的人民，要让他们全都能成佛，一个都不留下。假如我不先度尽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令他们都能安乐而成佛道，我就不愿意成佛。当时那位发愿要早成佛的国王，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位国王发愿要先度尽罪苦众生，不愿先成佛的，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
在过去无数劫以前，那时候世上有一位佛，名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位佛的寿命有400000万亿阿僧祇劫。在这位佛的相法时代，诞生了一位素服深厚的婆罗门女。妈妈，乖女儿，跑到这儿来了，这些像不就是一堆泥巴石头吗？有什么好拜的？走走走走走。晚上好，这些苹果很可口的，供养给您吧。谢谢你，这本佛经送给你。拿来！哼，走开走开！又是你们这些臭要饭的，拿了本什么破书就想骗我女儿？你给我回来，走，回家，不许再接触这些和尚，什么因果报应、生死轮回都是编出来骗人的。你看那些和尚一点法术也没有，还不如跟我去拜大仙。可是妈妈，不要再说了。真高兴见到您，小姐。最近您身体好些了吗？托您的福，好多了。哎，婆罗门女，走。你好啊，婆罗门女。啊，大家好啊。给我算命了，我这辈子能活到100岁，死了还能去天上享福做神仙，真是。你怎么又在拜佛？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拜佛能有什么用啊？妈妈，一切事情都有成因和后果。高大的树源于最初土里的种子，子女孝顺源于父母累世的缘分与恩情，身体健康源于爱护一切生命，财富丰饶源于布施帮助别人。如果您能长命100岁，转世做神仙当然好，可是您如果不修福行善，怎能得到这样的善果呢？那拜佛能有什么用啊？
礼拜佛像，能够消除骄慢心，忏悔罪障；修习佛法，能够开启智慧，了知生命的真意；供养僧人，不失穷困，能够消除悭吝心，培植福报。如此，这些都是累积功德的善行。我信佛修佛，其实也是为了您和大家，让善行的种子最终结出圆满的善果。这，妈妈，我知道您现在难以相信，可为什么不同我一起接触一下佛法，试试看呢？你长大了，讲道理我说不过你，反正我是不会信佛的。哼。为了挽救母亲，婆罗门女不惜卖掉家产，到处寻买供养佛的香花和供具，然后来到觉华定自在王佛塔寺内，大举供养三宝。后来，他在寺院中看见了觉华定自在王佛威德庄严的形象。佛的名号是大觉者，具足一切圆满的智慧。假如佛还在世上就好了。我母亲虽已死去，如果向佛请问，
他一定知道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圣女，你不要太悲哀，我现在告诉你母亲的去处。啊，是哪一位神德来安慰我？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想念，不知要到哪里去问，才能知道母亲生往何处。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我看到你想念母亲加倍于一般常人，所以来告知你母亲现在所生的地方。牲畜，我这身体不久也将死去了。你供养完后早点回家，端坐思维我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这样你就能知道母亲的所生去处。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大地为山西面的第一重海。我听说在铁围山的里面有地狱在其中，这是真的吗？实在是有地狱的。我现在为什么会到这地狱来？如果不是为山里，就是因夜里才能到这地狱来。那这海水为何滚烫？又为何有这么多的罪人和凶恶的猛兽？这些都是在阎浮提世界作恶的人
无人为他们做功德，救罢苦难，而且他们活着的时候又没有修善，所以就根据再生时所造的恶业，感召受报的地狱，而要到地狱去，途中必须先渡过这个大苦海。这个海的东面，经过十万英寻，又有一个大海，那儿的痛苦不加倍于这。那个大海的东面还有一个大海，痛苦又更加一倍。这都是由众生三业恶因所招感成的，这些地方就是业海。那么地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三重海的里面，就是大地狱。在每个地狱里又有许多的小地狱，较大的有十八层地狱，其次有500种小地狱，再其次有1000种小地狱。在每一个地狱里都是受着无量的苦。我母亲因为邪见讥笑毁谤三宝，不知道死后魂神投生到哪里去了。请问你母亲的姓氏？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族，父亲叫施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请圣者回去。
造罪受苦的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全都离苦得乐。当时那位无毒鬼王就是财神菩萨，那位孝顺的婆罗门女就是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有一位佛名叫清净莲华目如来，他的寿命长达四十劫。后来在这位佛涅槃之后的相法时代，有一位修行正果的阿罗汉，他时常接受供养，为众生培植福报，同时随缘教化众生。有一天，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准备了美食来供养这位罗汉。你今天设斋供养我，是想要求些什么呢？我的母亲刚刚过世不久，我希望能以斋僧供养的方法来为母亲做功德修福报。真不知道母亲现在究竟投生到哪里了。我为你入定观察一下你母亲的去处吧。
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她现在身处恶道里，正受着很大的痛苦。啊，我的母亲生前最爱吃鱼鳖之类的动物，尤其爱吃鱼子，或炒或煮，任意食用。常常这样吃下来，伤害的生命真是成千上万。请尊者慈悲怜悯我，教教我该如何救他脱离恶道之苦。你可以至诚诵念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并且塑造绘画此佛的形象。这样做可以使活着的人和已死的人都得到善报。你的母亲已经脱离恶道之苦了，不久后就会投生到你家。光木家的婢女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
出生还不到三天就会说话。真是大慈悲，能为母亲发如此大的誓愿。你母亲在十三岁舍报后，将投生为一位寿命百岁的凡智，命中以后又投生在无忧国土，寿命长得无法计算，最终他将会成佛，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时候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光目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而光目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从过去久远劫以来，一直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愿，广度一切众生。Thank you.
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很多人因为贪婪、无知、嗔恨而迷失了本心，造下种种罪恶。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造下罪恶的人死后将在地狱里承受无边的痛苦。地狱在大铁围山的里面，其中有大地狱18所，次一等的地狱500所，再次一等的有1000所。其中唯独有一处寓所，名叫监。无间地狱的狱城，昼匝有18000里，城墙高1000里，都是用铁做的，熊熊烈火从上到下燃烧不息。狱中还有床，遍满10000里。间地狱是因为有5个缘由感召而成的。第一，是日日夜夜受罪受苦，以致累经结束，没有一刻停止，所以叫做间。第二，是一个人在地狱里是满的，多个人在地狱里也是满的，所以叫做无间。第三，是施罪用的器具，没有不齐全的。罪人会被各式各样的刑罚来折磨，这样的毒痛苦楚，在无数劫中相续连接，没有间断，所以叫做无间。
思，是无论男女、种族、年龄、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有了造罪行恶的业感，堕在地狱里，都是同样的受苦，所以叫做无间。第五，是如果堕在这地狱，从刚进入时直到百千劫，每日每夜都要经过几万回的死，几万回的复生，就算是想要极短时间的暂停，也不可能，直到业报穷尽了，才能转生到其他地方。这样反复生死，连绵受罪，所以叫做无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痛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折磨？为什么他们即使死去，也无法逃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投生到这里？他们曾经使人因生前犯下的罪行，死后才来到这里。在我们的世界，有五种罪行会堕入无间地狱。妈，妈，妈，你快点，快拿钱来。我还要接着上网去呢，赶紧把钱拿出来。已经没钱给你了。你要干什么？你每次都这样，别跟老子废话，钱在哪儿？赶紧给我。钱都被你拿走了，家里只剩点吃饭钱了。你想让全家都饿死吗？老子不管那么多，你到底给不给？你这个逆子，我绝不会再给你一分钱了。逆子了是吧？好，不给钱是吧？老子逆给你看。倘若有众生不肯孝顺父母，或者甚至杀他、害他，应当会堕入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
些统统都是封建迷信、瞎扯骗人的。哼，今天我要把这些全都给毁了。老秃驴，滚一边去！不能这样啊！哎呀！可怜呐！我算老几？老子比佛厉害多了！倘若有众生出佛身的邪，或者毁坏羁绊佛法僧三宝，不恭敬尊重经典，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漂亮的小尼姑啊。哎，快看快看，那小光头还真俊俏。哎呀小丫头，害什么羞啊，让哥哥来疼你。放开。这也没人，要不我们在这儿亲热亲热。来呀，你讨厌。倘若有众生侵害损坏僧众常住的地方，玷污僧衣，或在伽蓝一年恣意的乱行淫欲，或是杀害生命，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你们供养我功德很大，保证能让你现世发财，临终往生。一会儿我就为你念经祈福。谢谢师父，那我先告辞了。专门来看你呀、啊！倘若有众生假扮沙门模样，他的心并非学沙门的心，破坏常住的规则，乱用常住的东西，欺皇在家居士，骗取供养，违背僧人应守的戒律，这样的众生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
也无法出来。窃取十方物，偷窃了常住里的财物谷米、饭食及衣服，乃至无论哪一件东西，主人没给予你，你把它取来了，这也应当落往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作此忤逆重罪，将堕无间地狱，受苦无穷无尽，求出无期。愿一切众生永不再造罪业。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无论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有两件事是人人都要经历的，那就是出生与死亡。如何正确地对待生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讲解了怎样在出生与死亡的时候都能够获得利益的方法。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兜利天宫为转生天上的母亲和无量天众鬼神讲述地藏菩萨的功德事迹，而伟大的地藏菩萨就向大家讲述了这个生死两立的方法。世尊，众生造作恶业，从先好间就能积累到无量无边。有这种恶习的众生，临命终时，父母亲眷应当为他设供修福，以资助他来生之路。或为佛像悬挂伞盖幡窗，点供油灯；或者诵读佛经；或者供养佛像以及各种圣像，乃至为他持念佛菩萨和辟支佛的名号。每一声名号，都要让临终之人亲耳听到，心识离去。这类造恶之人，本来果报是必要躲在恶道里受苦的，因为亲人眷属在他临终时做了这些圣善之因，使原来的许多罪业都能够消灭。若在他死后七七四十九日内为他广修善事，就能使他永远脱离恶道，投生做人，或转生天上受美妙的快乐，而在世亲眷所得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请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相劝于世间众生，临命终时定要小心谨慎，切勿去做杀害生命、拜祭鬼神的恶缘。为什么呢？你杀害生命和拜祭鬼神，对亡故者不但没有丝毫利益，反而使罪障转身加重。假使来世或此生本来有圣因可以转生人天享福，因为临终时被他的亲眷造下了这恶缘，就会殃及命中之人，要去辨白善恶，拖延他晚生善处。何况命中之人再生不曾做过丝毫善业，要依据各自的罪业在恶道里受苦，亲眷们怎能忍心再增加他的罪业呢？世尊，我观察这个世界的众生，只要能在佛教中乃至任何地方做哪怕像毫毛、水滴、沙尘般微小的善事，都能使他自己获得利益，没有一点空做的。这个世界的众生命终以后，大小眷属为他修功德乃至设斋供养，造许多善因，
这命中之人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和解脱吗？长者，我今天为了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秉承佛的威力，简单的说说这件事。长者，未来现在所有众生在生命终亡的那一天，能够听到一个佛的名号，一个菩萨的名号，一个辟支佛的名号，不问他有罪无罪，都能得到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时不修善因，造下许多罪恶，死后他的大小亲眷为他修造各种福德盛事，七分之中他只获得一分，六分功德是活着的亲眷自己获得。因此现在未来善良的人们呐，要趁自己耳目聪明、身体强健时修福，而那每一分利益都能自己获得了。生死无常的大会是不期而至的，冥冥中的游魂不能够知道是罪还是福。在这七七四十九日内，如痴如聋一般，或在阴司中和判官辩论他在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果，审定后个人根据他的业果去投生，辩论未定时已是万千愁苦，何况要堕于诸恶道里去受苦。这命中之人在还没投生的四十九日内，念念都希望他的至亲骨肉眷属为他修造福利，蒙佛救拔。过了四十九日后，他就要随业受报，倘若是重罪之人，动辄百千年都无解脱之，若是受无间的大罪，就会堕到大地千劫万劫，受重苦。像这样的罪业众生，命中以后他的眷属骨肉为他办斋，以福德善事资助他，以免在恶道受苦。办斋期间或食斋未完时，淘米干水和菜叶等物不可抛洒在地，而且各种食物没有先奉献供养给佛与僧，自己不能先吃。若违背了这些的规矩，且不精心勤恳，这命中之人就不能得到利益。若能精心勤恳，护持洁净地奉献供养佛与僧，这七分功德命中之人可获得一分，六分功德由办斋的眷属自己获得。因此长者，世间众生若能为他已故的父母或至亲骨肉眷属设斋供养，要至心勤恳地去做佛事，这样在生者和亡故者就都可以得到利益了。这时候铁围山里的无数鬼王跟随阎罗天子都来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其中有一位主命鬼王。师尊，我根据世人所做的业缘，主管世间的人命，生死的时间都是我所主管。我的心愿很想要利益他们，但因众生不能领会我的意思，
以致他们生死都不能平安。为什么呢？世间的人出生之时或即将生产时，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做善事，就能增上利益家宅，自然令土地鬼神无量欢喜，来拥护母子得到大安乐，还能利益这一家的眷属。或者小孩已经生下了，就要非常慎重，切勿杀生害命，用各种鲜味去给产母吃，以及广邀亲朋眷属饮酒吃肉，吹拉弹唱的办筵席，因为这样会令母子二人都不得安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产难的时候，有无数恶鬼及妖怪想要吃着腥血，是我早令住家的土地神灵保护母子二人，使他安乐而得利益。这样的人见到母子安乐，便应修福修善，报答诸位土地神灵，结果他们反而杀生害命，聚亲串友的吃喝喧闹，因这个缘故犯了祸殃，自作自受，母子都要受到损害了。另外，世间命中的人，不管他是善是恶，我都想让这命中之人能不堕恶道，何况他能修习善事来增加我的愿力呢？这世间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也要拜遣恶道鬼神，变作父母乃至各种亲眷来接引亡人，使他堕到恶道里去，何况本来就是造恶的人。像这样的世间男女，临终时神识已经迷惑昏昧，不能辨别善恶，乃至眼耳都没有听闻的能力，他的亲眷家属应当必须替他设办大供养，辗转读诵佛经，持念佛菩萨名号，有这样的善缘，能够令亡者脱离各种恶道，许多魔鬼神怪就都会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能听到一个佛的名号，一个菩萨的名号，或能听到大乘经典中的一句一偈，我观察这类人能够消除五无间罪和杀生大罪，本该堕入恶道去的一些小小恶业，顷刻就能帮他解脱。你有如此大的慈悲心，发下这种在生死间保护众生的大愿，若在未来之时有男子女人到了生死关头，你不要退失这大愿，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永得安乐。请不必忧虑，我将尽我的生命念念拥护这世间的众生，在生时死时都得到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能相信听受我的话，就没有不得到解脱的，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刀立天宫中为已经升天的母亲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讲述了地藏菩萨生生世世救度母亲的孝心故事和感人大愿，也特别讲述了地藏经和地藏菩萨的非凡利益。今天在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在人天道中所行利益大众的事，是不可思议的事，超入圣因的事，能证到实地果位的事，是毕竟不退无上正等正觉成佛的事啊。世尊，地藏菩萨慈悲怜悯一切受苦众生，在千万亿世界化出千万亿身形。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都在异口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和不可思议的神力，就是叫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来说他的功德，也不能说尽。承蒙世尊向大众宣告要称扬地藏菩萨的利益，我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事迹，令天龙八部能懂得瞻望礼拜，获得福利。观世音呐，你和娑婆世界有很大的因缘，若天人，若龙众，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众生，听到你的名号或见了你的形象，有恋慕赞叹你的，他们对于佛法的无上道必定不会退转，还可长生人天道中受大安乐，因果成熟时将会遇佛受记。你今天这样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现在就依你的请求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利益之事。未来现在诸世界中的天人天福享尽了，就会出现五种衰败的现象，有的甚至堕落到恶道。这样的天人，无论男女，出现衰相之时，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能够去瞻望礼拜，就能增加天福，不但不堕恶道，反而受大快乐，永远也不会堕到三恶道里受罪。一沾一礼就可以转报，何况见闻地藏菩萨后用种种香花、衣服、饮食、珍贵的玩具、宝贝、璎珞去布施供养呢？所以得到的功德福利是无量无边的。倘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的六道众生临命终时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只要有一声听到耳朵里去，
就可以不经历三恶道的苦楚，听到一声就得神力。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把此人的屋宅、财物、宝贝、衣服卖掉，去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呢？假使此病人未死之时，亲自眼见耳闻，家人将他的田宅、宝贝卖掉，为他去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若此人业报该生重病的，以塑像的功德立刻消除业报，并自然痊愈，还可增加寿命。若此病人命已终亡，本有罪障该堕恶道的，以塑像的功德，死后可以超生天上，受大快乐，一切罪障都可消灭。倘若有人在婴儿或十岁之前就亡失了父母兄弟，长大后思忆家人，希望了知他们转生何方，此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听到菩萨名号，一会儿瞻望，一会儿礼拜，这样一日到七日，始终发心祈望，从此往后只要听到地藏菩萨名号，遇见地藏菩萨形象，就能瞻礼供养。此人已死的家眷，若因再生恶业堕于恶道，受着亿万年的痛苦，承蒙他的孩子或兄弟姐妹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及瞻礼的功德，就可以解脱恶道，往生人天，受大快乐。此人家眷若是本有福德转生人天，承蒙此功德，更增添善因，受无量安乐。此人更能在三日或是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念名号满一万遍，可以得到菩萨现出无边身形，具体告知家眷所生的世界，或在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此人到各个世界中去见每一个家眷。见过亲人之后，此人若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号千遍，至于千日不间断，就会得到菩萨遣令他所居住地方的土地鬼神终身保卫拥护，使他现世衣食丰足，没有疾病痛苦，乃至凶横祸事都不入门，何况近身。此人毕竟可以得到菩萨来摩顶受记。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愈发广大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愈修无上菩提道，愈出离三界，这些人见了地藏菩萨形象以及听到名号，一心至诚地去皈依他，或用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后再去瞻礼，这些善男女的大愿素能成就，永无障碍。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心愿，只要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所求心愿都可随意成就，或求起地藏菩萨发大慈悲永远拥护自己，一发此心愿，在睡梦中
就可得到菩萨来摩顶受记。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真是大乘经典法不可思议的心想去读诵，虽然遇到名师教导，但是玄寂玄忘，经年累月不能读诵，此善男女等有宿世业障没有消除，所以对大乘经典没有读诵能力。这样的人听了地藏菩萨名号，见了地藏菩萨像，把心愿恭敬地向地藏菩萨陈述，用香花、衣服、饮食、各种玩具供养菩萨，放一盏净水在菩萨像前，经过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回转头来向着南方把净水饮了。入口之时要至心郑重，服水完后要非常谨慎，切勿吃五辛酒肉，不可邪淫妄语杀生害命。经过七日或二十一日，在睡梦当中就能得见地藏菩萨现出无边身形，用法水来灌头顶，梦醒以后就能得到聪明。大乘经典一经耳闻，即当永记，再也不会忘失一句一记。若未来世有人衣食不足，所求不得，多病多灾，家宅不安，家眷离散，或是遭凶横祸事，忤逆心意，睡梦之间神魂不安，有许多惊惧恐怖现象。这样的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见地藏菩萨像，能至心恭敬地念地藏菩萨名满一万遍，这许多不如意的事就会渐渐消灭，得到安乐，衣食也丰足有余，乃至睡梦之中也会安乐。若未来世有善男善女因伴至生活，或有公事私事，或关乎生死大事，或有紧急要事需要走入山林过渡河海，或遇大水途经险道，出门前应当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这样一来所过的地方就有鬼神卫护，无论行走居住是坐是卧，可以保护平安，乃至碰上虎狼狮子，一切要毒害人的东西都不能来损害。地藏菩萨对于阎浮提有很大的因缘，若要把他利益众生的事都说出来，就是百千万劫中也说不尽。因为这个缘故，观世音，你要以你的神力来留步这部经典，使娑婆世界的众生百千万劫永享安乐。Thank you.
天早晨，释迦牟尼佛和众弟子应大居士无垢妙光的邀请，前往他的家中接受饮食供养。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土堆，为何世尊如此流泪？为何十方诸佛放此广大祥瑞之光，祈请世尊开示？金刚手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土堆，由于一切如来心宝切印陀罗尼
安置其中。这个土堆实际上就是一切如来全身舍利宝塔。太神奇了，祈请世尊开示宝切印陀罗尼经之殊胜威德。如果有人读诵宝切印陀罗尼经，就等于读诵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一切经典。因为读诵此经的缘故，十方世界一切如来不分昼夜现身加持此诵经之人。现身的如来是如此众多，乃至充满整个虚空，没有一丝间隙。这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前面的还未离去，后面的就已经到来。如果有人造塔，无论大小，只要书此宝切印陀罗尼安置其中，其塔即为七宝所成。由于神咒的威力，宝塔高至阿迦尼扎天宫之中，塔所穿过一切天界，其中之天人昼夜瞻仰，守卫供养。为何此法如此殊胜？这都是因为宝切印陀罗尼的威神力。你们仔细聆听，不要忘记。现在未来，一切如来法报化三身，过去诸佛全身舍利都在宝切印陀罗尼中。祈请世尊为我等说此陀罗尼。南无悉地利亚帝维卡南萨瓦达塔嘎达南唵布依巴瓦达瓦里瓦扎里瓦扎台苏鲁苏鲁达拉达拉萨瓦达塔嘎达达杜达里巴拉玛巴瓦迪扎亚瓦里穆德里斯玛拉达塔嘎达达玛扎克拉布拉瓦塔纳Patribodhipanna Ramukara Ramukridi Sawatrekata Tithiddi Bodhaya Bodhaya Bodhi Bodhi Buddha Buddha Sambudhani Sambudhaya Cara Cara Carandu Sawaparanani Sawapapavikadi Hru Hru Sawasukavikadi Sawatrekata Haritaya Patrani Samparah SamparahSawat tadakata suhya tarani mudri budi subudi Sawat tadakata tistita tadukadi swaha Samaya tistidi swaha Sawat tadakata haridaya tadumudri swaha Supra tistita sudubi tadakata tistidi Huru-huru hum-hum swaha Om Sawat tadakata usnisaTatu Mudrani Sawatatakata Satatu Wipusita Tididi Hum Hum Swaha 若有末世四辈弟子善男善女为无上道尽力造塔安置神咒，所得功德说不可尽。若人求福至其塔所，一花一香礼拜供养，右旋行道，由是功德，官位荣耀不求自治，寿命富饶不起自增，怨家盗贼不讨自败，怨念咒诅不厌归本，毅力邪气不拔自立，善夫良妇不求自得，
贤男美女不倒自胜，一切所愿任意满足。Thank you.
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寿佛。他与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者，被人们尊称为西方三圣。关于他们的佛经有很多，《悲华经》就记载了其中的一个故事。在过去无数劫久远以前，有一位转轮圣王，他有1000个儿子，长子叫做不炫，次子叫做尼摩，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并跟随他修习佛法。这位转轮圣王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授记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国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接着，不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愿我行菩萨道时，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堕落到黑暗中，身心忧愁，孤苦穷困，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若他能够意念我，称我的名号，被我的天耳所闻，天眼所见，这个众生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世尊，我今天还应当为了众生发起最殊胜的大愿。如果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进入涅槃后，我将在正法住世期间修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当无量寿佛的正法在初夜灭去时，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你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而生起了大悲心，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令他们安稳快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当命名你为观世音。在无量寿佛涅槃后的第二个恒河沙的阿僧祇劫，正法在初夜时灭尽，到后夜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种种庄严美好的景象
无量无边。你将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成佛，名为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寿命长达96亿那由他百千劫，涅槃后正法住世63亿劫。最后，尼摩太子也发愿在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庄严的佛土与一切佛事都与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等同无异。宝藏如来授给他，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因此命名他叫做大势至。